那那那再你再给我看一下，2004年属猴的，我的女儿，看她是灵性怎么样？她还好，她就是在腰这个地方不大好。哦，啊！你看年纪这么小啊，这孩子啊坐啊坐不住啊，明白吗？嗯。啊，经常坐不住，腰不舒服，然后呢，然后呢心不定啊。对，烦对对对，动不动就烦，什么都烦。啊，对对对，啊、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这个就身上有一个小灵性呀、啊，在腰上。啊，嗯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但而且是不太爱学习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灵性拐的？是啊，就是个灵性在腰上了。嗯。哦。赶快了、啊，赶快给他念了，不是不爱学习了，烦的，他就是烦恼太多。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就烦烦烦，对对对，说的对，什么都烦，吃饭他都烦，啊。嗯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听得懂吗？啊。我跟他说话，他也烦。对呀。嗯。你讲话慢一点，他烦少一点。